嘿嘿，走吧，我们再做一次。我还是想试试看呢，前面一开始就按。伙伴，你这次的战术是什么呀？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把你冲洗掉！趁势追击啊，朋友！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六五二，可以了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金币吧，我们比较需要金币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了。因为没有机械，好累。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我这两天打的还可以，没有，我昨天真的就打得很惨了。今天第一场也很惨，今天第一场原本想说可以合到一个金上，然后拿熊吗，然后就可以应该可以打下去了，结果都不会来。哭啊。拿到的话就很好了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在打扫。哎呦，实在是很糟糕的客人。但是给个小哦，他全部关在他里面的，什么鬼？没有看到吗？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再找不到好的东西，我就要死下去。你回来了？哦，你来了。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你好，时间真紧。
真的是只能让你雇佣哦。你看，都说一定有卡雷。歪的话，你就只能放叶少，叶少的那个什么月号啊？你需要拿一堂痛苦的课程，锁吗？锁吧。我觉得拿这个不错，至少还有一个稳定性，会自己在那边自嗨的家伙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哇，那一只超大只！不错，只是我要现在拿吗？不要吧，算了。有这一只我就觉得 OK 了。又是龙，哇，这场也太多龙了吧！哎，他只丢一个。只要不要给我上面的人，我就很感激了，好吗？很认真干活。上面的人太可怕了。这样咱哪多一只吗？放在手上是可以，我是觉得不要丢到板上面就好了。两只加起来六，这样子的话我按不到这一个，那我这回合先拿你。拥抱你的愤怒。哇，几只可以合金啊，卡很久欸。加怼一定要，但是不是现在，我觉得拿多一只会比较好一点。你看一回合就可以加五了，因为我这只很大。那我这边不要拼吧。
人。哦，七拍！哎呦，有时候很气耶。打得很辛苦吗？是我打得很辛苦。重新振作。干嘛？哦，光瑶。我现在有点想卖掉一只，先卖掉吧。三合一可以吗？五面可以三合一吗？不行吧，没有刷到的话不行啊，你要有刷到才可以啊，不是吗？哦，你是说这种哦，不要了。那一百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直接把你全部东西撞烂。我到底在打什么东西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哎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有盾的颜色有点恐怖哎。我刷不到那个什么。雇佣那个手下，能让你凑成三个。我该打吗？凑到三个了，这是你的奖励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光野还是大师啊？这边打大师会比较好吧，对不对？大师吧。然后我把光野卖掉吧。光野一二三四四个而已。我把光阳卖掉了。No no no no， 因为我这个被动我可以加十三，加十三加十三，那我不如加十三加十三好了。虽然说还有点随机啊，但是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要那么在意小细节。哇，他加多点在那个。圣盾龙身上，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赢了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赢的，哈哈哈哈，大概是赢的。
你还真行呢。OK， 这个我们可以拿这一个。圣盾龙不用在哪了？茶杯，小茶杯要吗？要吧。那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哎，给我一个烧好不好 ？Hello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。Hello。哎，他不给我烧哎。好兴奋啊！他不给我烧，我很尴尬哎。我现在需要一个烧，我只要有一个烧，我就很完美了。因为他开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没毒，他就一个毒，其实还行。强力大放送，选手不能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我现在拿到了那个成就。应该是我那家伙打到死了吧。哦，他这样打自己还行。那应该不会输啊。我这样子输掉我很惨欸。不会啦不会啦不会输啦不会输啦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姐姐打去。我怎么赢了我自己也不知道。